三位吼，咱个讲师来参与吼，讲即个圣歌，让咱接迄个分享吼。啊，所以吼，遐是第一个月啊，到三月啦吼。啊，咱即摆嘞，咱今仔日个圣歌，叫做老师，请你也保重。哦，安伊里面，即、这个是即共款是外分，哦，师尊诶，祝福嘛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条件是妈妈请你也保重，所以咱直接来看吼，即、哦这个公文。咱过一阵诶，咱做伙发一下吼，那是一多年，万载着记落来。孤单的人情，这讲望关天涯。可怜的码头歌谣，可怜的码头歌谣，犹原是贪恋名利恨爱，自甘堕落，天性未改，要输怎样避避哀？这段呢，就是咱老师在甲讲，伊伫即个南屏山，哦，即、这个南屏山呢，就是咱，哦，咱相信咱电视拢捌看过，就是即、这个伊，哦，伊在世，咱哦，吴师尊在世，哦，伊是一个李，叫做李修缘，伊呢听讲伊是向向量道行来转世，吼、哦，啊来转世人间，吼、哦、来修行。那么呢，伊是伫即个灵隐寺吼，相信咱灵隐寺西湖的灵隐寺是真有名吼。那么伊伫遐剃度为僧，到尾呢，即、这个主持吼，去哦归空去了后，往生去了后呢，伊就来离开吼，即、这个灵隐寺，啊来到即个南屏山，吼、啊、一个叫做朱静寺，吼啊伫遐呢。净祖师伫遐修行，啊，所以伫遐圆寂，吼、哦，所以都是就是咱拢会讲吼，咱来做讲老师呢，伊是住伫南屏山，吼、哦，伊伫遐望断天涯，吼、哦，啊，看咱遮个地主，咱遮个小姐讲，吼、哦，咱遮个地方个地主呢，伊呢，咱想讲一定虽然是咱有求道，但是吼，伊、哦、个主。自性未歹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算讲未歹，伫即个吼人间诶七情六欲当中，吼、哦，就像咱诶即个世尊佛陀所讲诶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即、這个智慧，吼、哦，有智慧，有一个智慧在上，但是咱因为妄想执着，所以吼，毋、哦、知影通吼回到咱诶吼修道，回到咱诶故家乡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老师有甲咱讲哦。伊讲吼，咱每一个白羊的地主，拢是吼白羊的标杆啊，吼，拢是吼，诶，即个道场，吼，即个栋梁的人才，吼，啊，咱拢是有领使命而来的哦，吼，啥物款的使命？就是呢，咱就是应运下凡来办即个白羊司仪，大开普渡的道路啦，吼。所以老师甲咱讲，吼、哦，咱毋通自甘堕落，人性未歹啦。安尼老师是感觉吼，心足酸，吼，感觉足悲哀。所以着，而且老师甲咱讲呢，咱道理着爱好好来认清自我，吼、哦，啊，认清目标，吼、哦，因为咱人生呢，只是即个七情六欲，只是短暂，吼、哦。刹那之间尔，啊，咱所以享受咧贪求，哦，这嘛是刹那的即个欢喜快乐尔吼。所以老师甲咱讲，叫咱着爱好好啊来觉悟自己，爱好好修办，啊，好好来改变自己。第二段咱再稍微读一下吼。小木的月亮。照着我的形影，伊以外无限感伤，唤出心声，希望能唤到人间，
希望灵返到人间，知音的道理，伊也知影。如是无声胜有声，心心相印向前行。这段老师是咧给咱勉励啦吼，希望咧，因为老师伊讲啊，伊嘛是头一摆吼，即接到即个三座普渡的即个工课啦吼，所以嘛是头一届做。哦，啊，相信咱在座嘛是吼，包括何阿吼嘛是头一次吼，拄着即个大开普渡的时机啦吼。啊，所以老师伫遮有甲咱讲，咱道理咧，大家做伙一定爱同心协力，唯有团结才有力量。咱大家的力量，确实讲也一个分散的，咱就无法度人团结。所以一个道场若要方便，一定爱团结每一个人的力量吼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若要去发兴。除非争战争，吼、哦，就是大家咧互相鼓励，吼、哦、啊互相勉励，吼、哦、你毋是互袂使咧，安尼互相诽谤，吼、哦，因为每一个宗教咧，拢是有伊个一定个作用啊，吼、哦，袂使嘛袂使讲，咱地较好，吼、哦、好，咱这是上殊胜，吼、哦，别个宗教就无殊胜，所以咱袂使讲安尼，因为咱若讲安尼咧，其实就是着去分别啦，吼、哦，咱今仔日要修就是修。袂使去有分别相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讲，不管每一个宗教，吼、哦，咱团结，咱就是拢共讲好，好，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己宗教嘛是真好，吼、哦，大家，吼、哦，拢总好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老师伊伫遮呢，甲咱讲，咱的目睭爱，吼、哦，放互较金，啊，咱的心胸，吼、哦，爱放互较宽宽，啊，若无应该计较的代志呢，咱就莫去计较。啊，无该应该烦恼的代志，咱着莫去烦恼。咱即马所爱计较的是甚物货呢？其实就是咱的生死大事嘛，吼、哦。哦，所以讲伫《六祖坛经》内底嘛一句话，吼、哦。哦，即、這个老祖讲，讲世人生死事大，必定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诸生六迷复何可求？哦，所以讲。咱就是吼，咱即个时期就是福慧双修，毋是讲一直去追求福报，但是啊，拢无对咱的智慧呢，咱心中的智慧、妙智慧来提升，所以就是爱福慧双修吼。啊，所以这生死大事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咱爱烦恼的呢，不只是咱的生死大事，而且呢，咱爱烦恼的，就是讲吼，咱的。普渡吼，众生兄弟姊妹的即个信念啊吼，老师有搁甲咱讲，咱道理着爱亲像天顶的星吼，啊甲月亮同款。无论众生兄弟姊妹伫地吼，只要若需要更加这个时阵吼，咱着会当将咱自己的吼即个功能吼，天下的即个众生吼啊照亮吼，即个众生兄弟姊妹。所以只要若有这份心呢，纵然是小小的这个星吼，这天是毋是光拢伫输咱尔？但是吼，集合众人的力量吼，哦，一人一个光，一人一个光，安尼集合起来呢，就是非常的这个光亮啊吼，啊加吼力量啊吼。所以讲，咱就会当多离吼，大家团心吼，团结一心。哦，啊，会当直接讲的上尾啊，就讲心心相印向前行啦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大家集合起来，会当希望会当实现咱老师的愿力。咱老师的愿力是啥物？从天堂搬到人间，哦，啊，咱实现弥勒祖师的悲愿。哦，弥勒祖师的悲愿是啥？是化娑婆世界为莲花般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大家就是有声胜有声，吼、哦，大家就是认真向前行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心心相印，团结一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吼较大概的这个人的浅见啦，吼、哦。其实咱老师伊的含义真深啦，吼，啊，伊年纪所较浅，所以呢，啊，无法度讲会当浅出甲种吼，真妙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是大概批无而已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摆咧
那咱来听咱这个圣歌二人组，好来唱。